导演好，不好意思，想要问一下导演，就是因为李千娜跟黄尚和啊，因为导演的那个少年也就是算是修成正果嘛，那导演有没有几句祝福的话？有啊，就愿他们钟情人终成眷属。其实他们都带着火把。对对对，这小问是怎么培养出来的？就像张令讲，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相处在一起。不要，他们要发稿了。我特别交代说不能半夜。对对对对，哦，不然你们会没办法睡觉。对对对对，好了，睡眠只有他是不是。就是哎呦，那个时候因为就像刚才有提到，就是我们这一组的其实大家感情真的都很好，可能因为之前角二的时候国哥也是导演，所以现在真的在对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比较不真实的感觉，感觉非常尊敬崇拜。当然当然，毕竟是台湾的酷龙。导演好，不好意思，想要问一下导演，就是因为李千娜跟黄尚和啊，因为导演的那个少年也就是算是修成正果嘛，那导演有没有几句祝福的话？有啊，就愿他们钟情人终成眷属。也听到这个消息其实蛮开心的啦，就是结婚是一个小事情，后面才是大事情嘛。没错啊。哎，那导演他们在拍戏的时候，你有发现吗？哎，其实我真的大家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说实在，我很讶异耶。你都被蒙在鼓里了。我到杀青我才知道。哦，那你那时候拍多久啊？我拍10多天，41天。哦，然后你到杀青才发现。真的啊，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。不知道，我是对周遭的事情比较没有那么的关心还是怎么样。原来，结果我一杀青，大家都知道，就只有我不知道。那要教我后知后觉。可是导演这样也算是一个媒人啊。是啊，是啊，就其实还蛮开心，珍惜他们两个可以走到现在，对呀、啊，这样很棒，真的。听到消息，其实我蛮感动的。嗯，没错没错，大家也很意外。嗯，对啊，因为尚和也，其实我每一次跟尚和在聊天或者聊戏的时候，都会问尚和，我说你怎么不赶快结婚生一个小朋友？我说你都几岁？然后他今天真的应验了这句话，他是反思我这句话来我都是他们跟我讲的啦。其实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我真不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。没问题，发现的时候才知道。谢谢导演呢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祝他们，没问题。谢谢导演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